界都有不同的状况。那今天我们是刚好到这边来成福音了。对，那绝大多数我们会唱诗歌，我们会唱见证，然后呢，要我们一起共用一个晚餐。好的，很温馨的，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一会儿会用餐，一会儿会聚在一起，我们聊天，要不要过来？就在那个楼上，走上那边职业介绍所旁边。什么时间？就现在。所以呢，生命之光福音中心特别是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没有商机也没有利益关系，所以请大家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这里有神的爱。那第二个在微信，所以你要小心一点那我们在美国主流的教会，我们网上聚会呢线上聚会我们是用 Zoom， 大部分就是 Zoom Zoom 聚会所以还有一个是因为他们在东方闪电在丁胖子广场也有个聚会点附近，但是可能是在一个家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对，他们也有现场的，但是呢他们很多时候是拉人什么 Skype 网上聚会。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见证人，他英文缩写是 JW 他是有王国聚会所，他否认三位一体所以这耶和华见证人呢在也在广场里面有很比较活跃。好，第三个就是摩门教。那什么叫摩门教？又称之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否认三位一体，其中他有很多的，其实摩门教很多的错误。那其中有一点呢，他就讲到，如果你受洗归于摩门教，你可以为你死去的亲人施洗，这就是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在圣经当中没有教导我们是可以给死人施洗，我们只给活人施洗所以大家小心点，这是摩门教，他们觉得他们是很爱主的基督徒而且呢他们在丁胖子附近呢经常是两个帅哥两个姊妹，就是很亮的姊妹，他们都什么两个一起在附近传而且他们会讲中文会讲英文，非常具有这个吸引力。对，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好，那耶和华见证人就是你从香港超市过红绿灯往右转来丁胖子广场的时候呢，在那条街上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他就有人在那里摆宣传栏，上面也会写什么学习圣经课程，但是他们写得很清楚，耶和华见证人。对，所以他们在这个 CVS 对面有一个聚会点，他们什么王国聚会所耶和华见证人，对，他们有个实体聚会的也有。好，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对，提醒一下大家每周二每周三每周五每周日我们都有聚会欢迎大家来参加。那具体呢这个单张我们会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你有时间你可以收藏一下这个黑色的单张像有些是新朋友，我会第一时间私信你们，所以你们可以收藏一下这个 flyer 这个单张。那具体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半有没有网上 Zoom 祷告聚会，那由我带领Zoom ID 是什么216210 47。当你下载一个 Zoom 的软件长这个样子呢 ZOOM 它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要点击加入会议，不要点击注册注册要花钱，点击加入会议，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号码输进去，输过一次下载默认了，你只要点击那个号码就行了，就不需要再输号码了。然后呢这个 Zoom 呢
您就是你连接进去之后呢，还要连接你的声音啊，还有点击那个 WiFi 蜂窝数据，要不你没点击 WiFi 蜂窝数据，你就听不到声音啊，我们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你可以看到视频，但是看不到听不到声音。好，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那每个星期二中午12点，在生命之光福音中心，就是这里现场，我们有查经班。那带领的是万牧师，12点钟开始查经班，1点15分我们会后提供免费简餐。所以每一次聚会呢，我们都提供现场聚会、实体聚会，我们都提供饭食，是为那些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新朋友们预备的啊。对，我们这里就是欢迎你们每一位能够准时来参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面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爱，也能够享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爱宴。主耶稣，求你来洁净食物，让我们吃得健康，也求你纪念每一位预备饭食的双手，每一位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主啊，求你来祝福他们，恩待他们，保守他们，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新朋友，每一位来宾，来到今天来参加聚会的每一位，主啊，都求你来祝福，使我们诚信而来，满载而归。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不仅是我们吃得饱，而且你里面也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爱，有耶稣基督的灵充满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同心可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啊，是万志祥牧师被圣灵感动，他也敏锐圣灵的感动，也顺服圣灵的感动，他成立了生命之光福音中心这样一个机构。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这里呢是住了这个场地，对吗？对。好，那下面呢，我们今天呢有罗兰港基督徒礼拜堂教会他们所有的短宣队，还有弟兄姊妹们，他们今天呢来服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所吃的饭食呢是他们奉献的，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敬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他们。好，来，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来交给我们的他们的服侍团队。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好，欢迎欢迎各位哈。因着神的爱，我们罗兰岗基督徒礼拜堂，我们来到这边，盼望在今天的晚上各位呢能够感染到我们所带来的上帝最美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好吗？因为今天呢好不好，我们跟你旁边的人说耶稣爱你好不好，或者说你好。一个月的请举手好不好，从任何地方来到我们这边，一个月啊，一个月，谢谢你。来，我们拍手欢迎好不好，拍手欢迎。然后我们差不多来两个礼拜的有没有，两个礼拜刚刚来的有没有？哦，有，有一位，有一位，来欢迎。哦，有两位，欢迎，两个礼拜。好，这有一个礼拜的来举手一下好吧。一个礼拜，这有一个礼拜。哇，好，那我们在一个礼拜内，在昨天前天刚刚那个来的，哦，欢迎欢迎，哇，欢迎欢迎欢迎，真的是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边，真的是因着神的爱。虽然来到这边，我们也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相信有上帝的保守，上帝的带领，来到美国就是一个恩典之路，对不对啊？对。好，那希望呢，透过我们今天的敬拜，透过我们今天的诗歌，透过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把耶稣的爱、耶稣的平安跟喜乐能够给分享各位，好不好？ 好。那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来麻烦传道，会唱的麻烦请唱大声一点。好，你的恩典如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会唱大声一点，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神美的祝福，这是最美的祝福。无论你在高山
无论在低谷，他会伴我们同行，对不对啊？对。谢谢。可以的话呢，你们的手借我一下好吗？我们动一动哦，刚刚吃饱饭，对不对？我们用我们的手来赞美神。星星画出你，大声一点，我有恩典，路曾经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是来，这是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希望耶稣的平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大声一点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耶稣爱你，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把你的未来都交给他来，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吧，我们一起拍手，我们来谢谢天上的父。是的，无论高山低谷，他会伴我们同行。阿门。阿门。是的，主。是的，主。主的爱是永恒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耶和华必在我们前面行，他必与我们同在，他不会撇弃你，他不会丢弃你，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因为从他来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阿们。一个
讲述说上帝怎么样对他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一起来掌声，我们来欢迎凤琴姊妹。自己的钱财以外，甚至我还借了高利贷。那个时候呢，我的同事朋友都很怕见到我，直到有一天，我又输得精光，我独自愣愣地坐在公司的停车场3个小时。我在想，这不是原来的我，我要戒赌。但是后来呢，在我戒赌的期间，那些同事朋友他们都在等着看笑话，他们冷嘲热讽，揶揄说凤琴那么爱赌，他那么爱摇骰子，打死我我也绝对不会相信他戒得掉。唱的那首诗歌叫那双看不见的手的时候，就像有一把重锤一直在击打我的心，一方面呢也轻轻地在抚慰我说，孩子，我等着你回来很久了。这让我清楚明白，我这一路走来，如果不是主的恩手牵引的话，我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那么同年的感恩节，我受浸成为神儿女。能去空，人生
借着他的爱，我们心里面得到自由。阿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奇异恩典》。Yeah.
唱来。天地都会渐渐飞去，而我祝永长存。我的生命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不再有捆绑。数量是一个急剧增长的一个状况啊，就他们有这份爱心啊，是神的爱啊，耶稣基督的爱把他们带领到这里来啊，同时也是他们愿意来帮助我们啊，我们啊生命之光福音中心，这也是他们对我们的爱啊，主内啊彼此的看顾扶持啊，所以非常的感恩啊，基督徒礼拜堂啊来到我们当中。李秀明长老今天他会为我们传讲福音啊，救我们到底的神啊，他到底是谁，好不好？把时间交给李秀明长老。有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沮丧，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压抑，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有点沮丧。但是你看，上帝要帮助你们从你的内心深处先让你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一起起立好吗？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我们感谢主。一方面，我们特别特别的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不知道在他们人生的当中，在这个时刻，主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跟难处是什么，但是天父你知道。主啊，你就按照你荣耀的丰富，主啊，按照你的大能大力，主啊，你在他们生命的当中来着墨，主啊，你在生命的当中摸着他们，你在他们生命的当中你来祝福，你来带领他们，主啊，让他们真知道在人面前所做的这样的决定在天上都看见，在天上都纪念。主啊，你纪念他们这样的举手，这样的决志，使他们一生决定跟随你就跟随到底。主啊，我祈求天上的阿爸父，主啊，你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家人，祝福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祝福他们前面的道路，在一切的事情上，主啊，你真的让他们经历到你是一位活神，你是一位真神，你是一位永存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上帝祝福各位。像流动中的新移民传讲福音啊，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像新移民传福音呐、啊。我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 ，OK， 不是歪门邪道啊，绝对不是歪门邪道啊。我们在这里是用什么来传福音呢？用真理传福音。
用爱心传福音，用生命见证再传福音啊。这就是今天长老讲的啊，叫什么真理啊加经历啊啊，这个叫什么长老说什么叫什么真理叫？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经历啊，对对对对，感谢主，我记下来了，这个很有帮助啊。客观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啊，在圣经当中，主观的经历啊，我们也常常讲一些见证过来人的经历啊，怎么样经历神的啊？那像为了能够迎接大家啊，使得新来到这边的移民有机会认识神。你的生命有机会被改变。走，好不好？我们不用用剪，但是呢，你们拿的时候限制性点，就是裤子拿一条，或者是衬衣拿一件，然后那个白色 T 恤衫是新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件。